仗剑临九霄，我辈修士任逍遥，红颜白首望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战胜魔，幽冥界中走一遭，斩他个炼狱滔滔。少年郎阔两尺，横走路过叫他卖草，天魔迷境饮血脉，天雷解除凝神魄，花园不隐藏，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宝星辰，悟到尽头谁为风，带上三世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骄。卓阁主，你就收下吧。从今往后，我卓清风就以陈少为尊。终于突破六阶武尊了。杜公方，你确定不用进入丹阁就能毒杀那前尘？冷家主就放心好了，老夫的千机毒无影无形，能根据精神意念而动，就算是六阶武尊，在无防备之下也如杀鸡一般。那就静候独供奉佳音了。今晚就是那小子的死期。突破尊境，我前世所掌握的一些精妙秘术也终于能够使用了。天爷也在帮我。有危险，是毒气。哼，请神风暴。怎么可能？哪里传来的？不好，被发现了！
是卓老儿吗？走。陈少，怎么了？刚才有人想要对我下毒。谁？除了冷家，还能有谁？此毒无形无色，威力惊人。他是六阶三重的武尊吸入，要暴毙而亡。不过以卓阁主的修为，顶多受伤。看来对方的目标，应该是我。冷家好大的胆子！今日老夫定要去冷家讨个说法不成？卓阁主别激动，此事从长计议，咱们先回去。卓阁主，对方所站位置距离你的炼制室最近，可见一开始就清楚本少的位置。莫非有冷家内奸？许波，你马上去调查。是。卓阁主，我记得冷家最大的根基是丹药生意吧？没错，其实当年袁家被灭之后，所有店铺和炼药师都被冷家吞并，冷家的生意才能遍布整个大魏王朝。这么说来，只要将冷家的丹药生意彻底击垮，即便冷家有武王坐镇，怕也会一落千丈。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那冷家的生意我了解过，这些年聚拢了一大批炼药师，且冷家的销售渠道遍布整个大魏，想要打击对方的生意难度极高。